我们初学嘛，这个世间人常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行，只要你心有余，心能虚空法界，力何以不足呢？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，所以自性里面的德能没有恢复啊。但是我们跟诸佛菩萨确实已经是同一个方向了，从前不同方向，也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不是在佛道，不是在菩萨道，跟佛菩萨不同方向。起心动念是贪嗔痴慢，起心动念是自私自利，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。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？三途的方向。现在至少我们方向准确了，我们念头转过来了。力不足使我们烦恼习气没断尽，只要方向正确，努力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这个事情在哪里做呢？这个事情就修法了。我们修行方法在哪里做呢？列思练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饮食起居啊，六根对六尘境界啊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都是自己磨练的场所。这就是经典里面讲的道场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全是道场。我在这个里头磨练，磨练什么呢？磨练清净心，心不被污染，不被影响，不被诱惑，这样能成无上道啊。念佛也不能例外啊，经得起考验。现在人讲考验，佛法讲磨练，要经得起啊，通过这些难关啊，入不二法门。起心动念就二了，不起心不动念呢就不二了，万法归一呀、啊、万法是二三归一，一心不乱，我们功夫就成就了吗？不在一切境缘当中去磨练，你决定不能成就，所以要经得起考验。华严里面讲立思练心，立是经理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种不同的境界，他在里面磨练，磨练出清净平等，他成就了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有善有恶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现实的社会啊，男女老少，善人恶人，顺境逆境，你看五十三参就是这个。善财童子在这个里面磨练，磨练出清净平等，觉二不明，那叫做修行。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用一句阿弥陀佛来练自己的心，修成一心不乱，修成六根清净了，即根菩萨。善财五十三参，清凉大师这个标题上列思练心，这修行啊，日常生活是修行啊，饮食起居是修行啊。今天吃饭这个菜好吃啊，你就贪吃，不行了，你错了，你又违背了自然规则了。自然规则是没有贪心啊，好，很好啊，这菜不好吃也好，很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修这个吗？在哪里修啊？不就在吃饭时修吗？就在禅修房时修吗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错了，这不是自然法则。自然法则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我怎么又有分别？我怎么又有执着？我怎么又生烦恼？所以真正修行人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啊，念念呢随顺自然的规律，随顺自然的法则，在佛法的名词讲随顺性的，前面讲的体性啊，随顺体性
是菩萨道，是菩萨行，违背了体性，这讲六道三途啊。所以这个理论事实真相要真正清楚，功夫在哪里练呢？这修行在哪里修呢？就在日常生活的，离开日常生活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而且生活当中啊，这个修行最得力的人数退退得很厉害，进啊也进得很快速，在人事上是大进大退，会用功的人大幅度的往上提升，不会用功的时候大幅度的堕落。大进就是什么？与心德相应，大落的时候呢，与心德相违背。与心德相应就是纯净纯善，跟人往来没有一个恶念，没有一个不善的行为。大落的时候呢，就相违背了，与人往来的时候有恶念，行为不善，最大了。身心世界一切万缘通通放下，修自己的纯净纯善，我就这么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一切人事环境是我的修行道场，我在这个里磨练，一切物质环境是我的修行道场，顺境是的，逆境也是，善缘是的，恶缘也是，我不拒绝，我在顺逆善恶境缘里面生欢喜心，生感恩之心，有这么多人来磨练来成就我，但是我说成就的你们不懂，我说磨练也是你们体会到，你能经得起磨练吗？能经得起的有成就，经不起的呢就退转了，这一退就堕落了，不退那就会有进步。这一生修行成功失败关键就在你自己的认知，就在你自己的忍耐。我们一定要记住佛说的真话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对一切人看待是对佛的看待，顺境善缘绝对没有贪念，一有贪念三恶道去了，魔鬼地狱出生，逆境恶缘没有丝毫成慧，这个境界天天在磨练呢、啊，把心磨平了、啊，把垢秽磨净了、啊，磨净了清净心现前，磨平了平等心现前，那怎么不是菩萨呢？没有这些语言来帮助我，我怎么会成就呢？他既然来成就你，帮助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怎么能不感恩呢？一定要感恩，知恩则感恩呢、啊，那都在一念之间。修行人讲功夫，功夫就在此。顺境里面不起贪心，没有留念；逆境里面没有嗔恚，始终保持一心清净，以清净心念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净土啊！我们在这个世间还能住几天？即使活上一百岁，我们觉得一百岁很长啊，桃李天只有一天，在夜摩天里面只有半天啊，斗率天里面只有几个小时，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